今年我21岁，来到了台湾，在这个离家足够远的地方，追求不一样的生活。每一天，我尽力让自己过得丰富多彩，但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心里总有一丝牵挂，连着海峡的另一边。手机屏幕坏了，看不到爸妈的脸，听不见他们的声音，剩下的只有苍白无力的文字。每当想家的时候，我都会去海边感受从海峡那一边吹来的海风，心里充满了懊悔。有一天回到宿舍，看到桌子上放着家里来的寄件，竟然是个平板电脑，还有就是爸的信上说这个能和手机结合，我赶紧拿出手机试一下。